大家好，我雨希啊，近期咧就试咗一只滴鸡精嘅品牌，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王朝滴雞精啊，點解最尾揀咗佢呢？其實有主要幾個原因嘅。第一個原因啦，佢係採用老母雞，咁啊冇打任何激素噶，所以咧就係冇油、冇脂肪，呢個好重要啊。另外咧，佢係不添加任何水分啊，保留雞湯嘅原汁原味啦。另外咧，其實自己有諗過咧，係咪好自己整啊？不如，但係作為一個繁忙嘅都市人，你叫我每日都要蒸雞啊、揀雞。太麻煩了，所以是放棄了呢個念頭嘅到最尾。另外啦，佢係用呢個機械啊去除呢個油脂啦同埋雜質嘅，啊更加健康之餘咧，其實保留呢個雞湯嘅原汁原味，更加好味嘅。所以呢只咧個味我自己係幾中意嘅。而家咧就準備一碗100度嘅熱水，咁咧就將王朝滴雞精啦咁放入熱水入邊咧，助暖2至3分鐘咁就得噶啦。所以咧其實都係好方便噶。頭先咧就講咗點樣整翻熱佢飲啦，其實都幾方便啦，嗬。之前啦，未揀滴雞精之前咧，我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嘅，咁啊比較成分啊，咁啊無添加啊等等咧，最尾咧就係揀咗王朝滴雞精嘅。咁我自己咧就每一日都會飲嘅，咁啊朝頭早飲，咁啊睇你自己方便啦。我建議就朝頭早飲嘅，因為飲完一日咧，自己個人都好精神啊。咁第一啦，咁我覺得改善咗嘅就係、手腳唔會咁冰冷啊，同埋個人冇咁容易攰啊。因為咧可能有陣時咧做嘢啊，或者間唔中夜瞓下咧，第二朝起身個人咧好似10日冇瞓覺咁啊。咁我飲咗滴雞精之後咧，係改善咗呢個問題嘅。即使我夜瞓，但係第二朝都係精神嘅。咁最後啦，就係呢個經期嘅問題啦。之前咧經期嚟咧，咁個人會好虛弱啊，跟住好攰啊，唔想喐啊，企喺度企一陣都覺得好辛苦。咁依家咧，我係改善咗好多呢個問題，咁冇以前第一日啦、第二日啦嗰啲咁辛苦嘅。咁所以我都推介俾大家王朝滴雞精。